我们听一下真正有建设性意见。祖师爷来了，祖师爷，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口角或者小误会，你要怎么解释？如果对方又不听你的解释，你又该怎么办？哄啊，我觉得女孩子是对，一开始一定要哄。怎么哄？那我是要拿那可以娜娜的，你怎么哄？宝贝儿，生气了啊？生气了啊？谢娜。你给我有点出息，你对祖师爷，你祖师奶奶，把气场拿出来。不是，谁要你在那儿打气？没事找事啊，导演。我跟你说，你这边都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生气了。宝贝儿，好久没听过。提出来啊，平静一下哈。好来，开始。你先生一个气。刚才你气可大了。刚才气可足了。对啊，你现在都泄气了。好，为什么来晚了？我不生气了啊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好忙的，人家没办法。好了，乖，不生气了，求你了。不是，你晚的时间太久了，我跟你分手。我求你了，你别闹了，你就因为这点事就分手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因为这点事分手，我最讨厌迟到的人，我接受不了。我错了就行了。亲爱的，卡拿去，随便刷。休想收买我！啊，不要了啊，咱不要了啊！哎，不要！你别走啊你！哦不，你还要啊？刚才是，等一下，大姐吓得惊抖。还没完是吗？还没完，生气，继续生气，继续生气。我在那边把卡已经丢了。丢了吧啊，没事，反正我多，我们再换一张就行啊。我换了别人来。那张不是主卡呀、啊、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订的餐厅咱们再不去到点了，人家就给撤了位置，你最爱吃的菜是出门第一家店吗？那是全是良家开的，真不是良家开的。我们家开的叫热辣一号啊。我们家对有特别高级，去不去啊？是执着啊，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这是什么啊？哎，娜娜，你赶快求导演不要后期播出了把你的脸 P 成 baby， 我都能想象他们会这么做。不能。咱们这期节目就在这里开啊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有出处的吗？这个动作你要没让啊？没事啊，没事。这动作是有出处的吗？你不能有一点觉得吃力，因为这样我会很难过。我还真没有吃力，你没看我都不喘气吗？啊，这是有出处的吗？这个动作是你们的剧里面有吗？有，这个动作也是有名字的，这个动作叫锦绣扛，是不是因为锦绣园里面有这个动作？对，锦绣园之华丽冒险，我们这个戏里面有这个动作。哎、但这动作是我加的。一聊三分钟就会有个植入哎。我这后边制片人看着我呢。本集的最后一个镜头是锦绣，不是扯开那个衬衣，锦绣园。一来就植入，先植入一锦绣园，这个我们可以接受，因为这是本锦绣园之华丽冒险。不是你上大的，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。我们不关心你飞得远不远，我们只关心你飞得累不累。我真的是一个好认真好认。